太过于虚伪，太多的软弱和疲惫，我不想再当个傀儡，失去灵魂不断的轮回，不愿错过的机会。我天真的以为
好，安安大明星那个在今天想阵仗很浩大，我的妈！然后你看导播这样，哦，说，哦，终于说好了。今天来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那个好朋友，他们是一个男团，而且这六个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个人今天没有来，对吗？好，好，我们来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是秋雨乐乐团，欢迎你们。那我们是秋雨乐乐团。我是小秋，我是阿乐，我是米奇，我是吉他手，吉他手蚊子，我是他刚刚被消灭了蚊子，我是星星，我是贝斯手高邦，好，他们里面有动物，有昆虫，也有人，没错，还有那个我们的两位是主唱，是的，所以这阵仗蛮浩大的，到底多少人组一个团会刚刚好？你们两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一个人组一个团刚刚好，不好意思，他们在今天节目之后就会各自成为一个单位了。哎，所以每个都可以自己单飞吗？是这个概念吗？自己唱啊，或做什么？自己唱，还好吗？阿乐有话说，可能会自己唱，可能会那个耳朵可能大家会受伤。啊，为什么？对，你们是走那种嘶吼的那种？主持人可能太贴心了，就是说啊，不好听的部分，好、哦、不好听？不会啦，不会这样子。对，但是就是哦，所以打鼓的就是歌声比较差的。哎呦，不错，这就错了，这就错了。没有，我没办法单飞啊，我可能用爬的，我没办法飞，飞不起来。天哪、啊！好，我们终于知道，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环境。不会不会，就是你们在相处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吧？一群男生就最爱这么嘴来嘴去的、啊，然后公主抱微博这样子。所以日常你们最常聊天的那种属于干话的部分都在讲什么？最常讲干话的应该是米奇跟阿乐。啊、哦，真的、哦？我觉得如果以厉害程度应该是米奇胜过我许多啊，是。但是后来发现高邦也蛮爱讲干话的，对不对？对，我干话也蛮多的。后来发现其实，都讲别人太太坏话，是不是？没有，别人太太。有，我懂我懂。开玩笑的，不要这样子，有时候瞎聊，然后那种不经意的，其实不带有任何太多什么三观正确的或什么那种想法的说话。其实还对创作来说，有时候是一种灵感的小刺激，对不对？哦，对，我是认真的啦。对对对，不是在写歌词吗？阿乐先生，对，阿乐先生，早期写的歌真的很没营养。对对，就是可能会今天想要什么就想要写什么。对对。所以有些事情就也不是自己经历的嘛，就尤其是越没有营养的事情，就是一定都是朋友的事。对，越没营养反而是我的事，嗯，越太文绉绉就不是我的事。了解了解，好了，看了一些你们的那个资料，有做了整理，然后大家。应该是说像那个要叫你阿秋还是叫小秋？小秋阿乐，对，就是你们两位算是这个团里面的，就是原始的草创期就开始，应该是有团就有你们，对，然后中间有一些盟友就是来来去去的这样子，嗯，然后那个成团也蛮久了嘛，对，其实最早是应该是2011年，2011我们两个人就开始玩了。哦，哎，那我刚刚讲的那个说我的朋友是你们的评审，那是几年？那是2013年，那是2013年的时候，对对对，是的。哦，人生就这么奇怪。然后我本人要来主持这个节目之前，然后跟我一个 DJ 朋友在聊天。然后他说：“哎，啊，你这礼拜啊有谁？”我说：“哦，有一个哦，就很多人的。”然后他说：“我就说是一个团叫什么什么秋什么乐这样子。”他就说：“秋与乐、哦。”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们那时候在那个共聊海洋音乐季，然后他说：“我跟你讲，我是评审的，那时候我给他评第一这样子。”我说：“哇，这么厉害哟、哦！”结果今天我还问说：“那你们得第几？”他说：“第三。”啊，还好他有给你第一，要不然你们就没有了，是这样子吗？是的，是的，没错。参加这种比赛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被看见的方式。是啊，因为那个时候独立乐团海洋音乐季是最大的比赛、啊，有，对，所以我们在参赛前，就是有一次阿乐打电话给我，那天他跟我说，我们录一个、嗯，他会先丢作品，然后就可以录30强，就是30强是听作品去决定名次，然后30强的时候他就打过我说我们有。那个主办单位打给我们说我们有入选海洋音乐季，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现在回想搞不好是人生中数一数二兴奋的事情。对对会啊会啊，应该蛮开心的啦，就总也是一种那个想要有的成绩嘛，那有了这样的机会才能再继续往其他的。对，然后来我们就花了一个月，大家都是一起去户外健身，然后啊，一起因为我们有去看场地，海洋音乐季都是在那个、啊、就是有需要海边大太阳，在服装的部分比较不需要有太多的琢磨。对，哦，有，因为看一些报道，就是你们时不时唱到嗨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就是接地气这样子，
接地气，我跟天地融为一体，这样子就比较没有想要有一些遮蔽。是谁有这个习惯，还是这里面谁堪称自己就是猛男担当吗？应该不是你吧？一开始我爱健身啊，我跟、哦、是你本人，然后后来有以前的鼓手。然后他也刚开始健身，他一直说你现在没用，所以我就他很明白的说是以前的鼓手。那现在的鼓手，你有一些令人悲伤的状态吗？现在鼓手健身啊，他有一个，他现在是最常健身啊。我有个故事可以讲，好，你说。就是我是2016年，我是米奇嘛，2016年加入，因为我看他哇，邱宇乐就是猛男团啊，啊，怎么会找一个肥宅进去这个乐团？我心想不行啊，我那个时候就被激到，我就开始疯狂健身，我就练拳击，然后健身，每天就吃东西都很控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大概3个月，我就大概瘦了15公斤左右。哇，十五啊，真的吗？对，15公斤。好，可以回去看。哦，那3个月之后的那一天起，你又把这件事情忘记。那个时候我们就办了一场演唱会嘛，专场，然后就哇很帅，脱，然后之后就变这样了。哦，没关系，没有，但也有曾经啦。其实就这样讲起来，就某一些画面留在大家里面，就无论是恐怖的记忆，或是让你觉得难忘的回忆，他都曾经就是这个样。那其他的人就蚊子比较瘦吗？哎、欸，不对，是星星，星星也没有多瘦，但高邦真的很高哎、欸。高邦的名字跟高邦的名字一样。对，我的名字跟我的身高比例算很好记，然后哦有，所以你有180几哦，182。一般唱歌好像不用那么高，对不对？当歌手的部分好像都在180，越来越能唱，越来越能唱，就是比较站比较稳，然后气这样哇要冲比较快那种概念。对，那你们两个谁比较会唱？我们俩谁？听说他们两个最近吵架，所以一定要一直问，让我知道他们是什么大的事情。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阿秋跟阿乐最近没有很快乐。对，一直了。哦，真的吗？已经成没有一开始是阿乐比较会唱，因为他的声音很特别。他很会。对，有铺梗。一开始你比较会，但现在已经不是一开始了。对，现在已经不是一开始。大家可以听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中间的差别。对啊。好，很厉害。那我们这次是带着新专辑来，没有错。新专辑在哪里？像我们。不用了，先介绍，先介绍，对啊，好，邱宇乐乐团暌违5年的这个第二张专辑，对，叫做 Mr. 赫之本，对，因为我刚刚跟那个没有，眼神怪怪，不是，我就跟那个我的制作人那个嘉大哥，我就说，哎、欸，赫之本，我说赫之是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的单位这样子？那赫之本是什么？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想，一直想说，哦，会不会是 husband？ 然后我们就他就讲说，哦，有可能哎，因为他说这里面就是你们有些就是蛮多人就是有家室的部分，对，而且还就是最近的事情而已是吗？陆陆续续的，对，陆陆续续的，全部都，所以这是这样记录一个就与单身告别的一张专辑，都写在里面是，哦，一些单身，因为其实啊，其实那时候高邦你说，我们那时候大家也是因为专辑准备要在制作的时候，大家都想讨论说，哎，我们这张专辑想要呈现什么样的，专辑的名称好了，就是最主要，因为它是最直接的。是。那因为刚好我们讨论到，哎、欸，我就提出说，哎、欸，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做音乐就是有很多的赫兹去频率。哦，对嘛，我就说是。对，我们都录音师，我们对。而且我们的个性，其实团员的个性都也是参差。都蛮有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这不，我刚刚卡住，我刚刚这句话不适合。我们可以从各有特色访问的个别谈话中，这一团比较少团进团出，而且他们在言谈之间完全不在顾虑对方的尊严跟他们的状态。没有，完全就是其实大家个性真的都不太一样。我就嘴来嘴去的，也是你们互相就是相处的一种快乐的模式。就是臭男生嘛，臭男生。但你们几位在当录音师啊？哦，就这两个很爱啊。那你平常要干嘛？教打鼓哦。是的。哦，认真的、哦。太容易猜到了。就是一个教打鼓的。我一直觉得他有一个梦想。你17岁。我真的觉得你们下一次如果要换团员，我真的很觉得他就是比较容易被你们可能挑出来就是检讨。对对对。就是、原本我们也这样想，后来发现不是。不是哦。哦，因为他你们每个人的状态都就是可能就一本正经，他就有一种像那种。演港星那个那种，所以很需要他、啊、演贺岁片的那种一些需要这个角色，有他，而且都很自然，他会自己在那边做一些效果。哎、欸欸，这个哦，什么老板都很然后刚刚演的时候演得很开心，然后你看他现在又忍不住了，就是戏精又要上升了这样子。他冒汗，对，准备要接招的，因为他整个冒汗，你有那么热哦？
是毛毛害的吧？跟我们无关吧？这个衣服，哦，是衣服，还是因为胖？也不是因为胖的部分，真的。好了，这里面我两个人，他的红章现在他们有拿麦，也不会抢话。就是一只很大只跟一只很小只的。他说我们两个，就蚊子跟星星啊。是是是是，对啊，蚊子平常晚上比较吵，是这个意思吗？哎、欸，应该是、欸。我的活力都是在夜晚的时候。啊，那你日常除了在这个团里面之外，您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身份吗？就有特别？其实也是脚渴，然后白天的时候其实是跟小秋跟阿乐一起在录音室工作。哦，懂懂懂。对啊，但他是吉他手。他是吉他手，所以就是吉他老师。对对对，他的学生都是秋雨乐之前的粉丝。哎、欸，对，几乎了。哦，是哦，这样很酷啊！那表示你吉他已经弹出了一种地位，他们才会想要跟你学习。没有了，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不要这样，这么太客气了。那星星也是老师。哦，我之前是也是在跟他们一样是做录音。哦，你也是录 音相关的。是是是。那现在呢？然后后来我们出来自己工作之后，我们开了一家那个豆浆店。所以我现在在开店，在永和的部分，在他就是都卖豆浆，哇，在永和，对对，在戏子，戏子在戏子，哦，对，因为在家里附近，你也知道有些黑话卖豆浆就是开在一些比较奇特的地方，所以我才问他说是在永和还是在一些比较秘密的地方，哦，是真的那种早餐店那种概念，对不对？就是，我就比较日式风格的，专卖豆浆的，只有卖豆浆，是是是，啊，他是。像那种手摇饮那种概念就对了，类似有各种口味的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单纯是豆浆、啊，所以也是一个文创商品，对 对, 對是文创商品，对对 对, 對、啊、那你们两个是一起合伙这样子？我跟谁？是吗？跟高邦吗？他跟他太太一起合伙。哦，高邦有高邦的店，然后那个星星有星星的店，对对对对。哦，對，那你们家最特别的那个豆浆的口味是什么？我对啊，他刚刚说文创、欸，他有厉害的、哦，最特别的，很厉害的是黑芝麻口味的豆浆、哦。黑芝麻不做，黑芝麻大家都有，不是你要那个、哦、有一个好像花椰菜口味、哦，花椰菜口味，但是没有还没有销售成功过。对，菠菜跟花椰菜坐在豆浆里面，真假的？菠菜跟花椰菜、很特别，营养成分。对对对，哦，是哦，就是现在流行那种健康概念，然后你家卖的就是，那这个从你开幕到现在卖了几杯啊？卖了几杯？对啊，因为刚刚那个小邱，对对，大家说这个比较特别，卖的是不错，但是现在一直还没有做起来，就是。可是它是针对花椰菜那个，针对花椰菜，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但就是大家现在就知道了，然后有空的话，大家到戏子就可以去你可以讲店名啊，我们不会介意哎。素豆浆，树严肃的树，树木的树，对，严肃严肃的树。为什么要叫素豆浆？太太的名字，太太，然后刚好取谐音，跟喝豆浆，吸豆浆，哎，我觉得这一团的人有没有觉得很？真的就是，我觉得创作人就这样，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固执、牛脾气，然后就是。有一些联想呢，就是完全就是在走自嗨的概念，不能让大家一想就通。那你干脆就叫吸豆浆，这样不是比较快吗？素豆浆要想很久哎、欸。是，对，好像可以改。我觉得可以，就是换一下你们家招牌有中英文。安安豆浆。这个倒也还好，不然恐怕对你的生意没有什么帮助。联名好。嗯，他们就是创作人，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个小秋就特别提到说，你们一张专辑做了五年，是的，是因为写歌的时候都是阿乐不好，就写不出来。哎呦，因为我看了一些报道嘛，就说歌词，你们是各自负责词跟曲的部分嘛？可以这样说吗？一开始是比较常我写曲，然后阿乐写词，然后就因为不能再这样等下去，无法收拾，对，就自己是没错，从很久之前就讲，就我就会负责写，可能我写部分，然后说快点呐、啊，然后他说你要来了，隔天写，我得跟我写好，后你要写五年，就这样生气，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浓缩版是这样，但是这一张后来是大家一起帮忙写，一起都对了，对，包括青蛙，你们毕竟也是团员，好啦，那先来那个。就是聊天对你们几个人来说，也许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哦，就是一群男生在那边讲好笑的事。大家唱歌的那个一些那个合作的状态，其实还蛮迷人的。现在带来那个今天现场的第一首要唱什么歌？第一首唱就是鼓手决定哦。我来唱一个，来一口。然后你要唱刚刚动感的，好了，动感的一点。哦，真的吗？好，我看我今天你们准备了三首歌，然后有一首是刚刚 MV 那首，我以为。嗯、然后有一首是你们那个跟一个很红的节目一起的那首歌，
什么香味，记得你的香味。还有一首是刚刚他们进来，我就跟他们在讨论的那个台北的故事。多少滴？多少滴在吧？那你们现在先上哪一首？好，我们要让这个快睡着的人都醒过来。好，好，现在带来这首歌《记得你的香味》。记得你的香味。好、哦，这首歌就有些人喜欢看一些那个节目的人，搞不好都有听过这首歌曲。在之前在同居时代，对对对对 对。这里就有人听过啊，所以我才这样。哦，真的，行天宫听过，行天宫听过，嗯，从外太空传到行天宫，有有有有有。好喂、欸，你唱完真的也是蛮嫩的，我觉得你唱歌比较适合。马上好，来听那个秋鱼的唱歌，快一群那个很厉害的。在心口难开，听你爱听的歌曲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换是暧昧，笑容甜蜜是疲惫。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陶醉你迷人香气。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为你。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盛开的花季，想你的甜蜜，窗外风景，照片里的你，属于我们的回忆。每天每一夜想你，想你出现我梦里，秘密收藏的心底，一切都不太熟悉。现在的你在哪里？不经意又想起你，钟情于你的魔力。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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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你的香味。有掌声呢、欸，有啊，干嘛这样子？好听啊！我就想说，你们长得，哎、欸，你们长得样子跟你们唱的歌声就是魔虾感快。我们还是有那个，这个另外一面的、也没有，就是这都是你们啊。但是我就想说啊，长那么粗犷，唱出来啊，可能是那种声音。然后结果不是、欸，哎，是那种偶像男团的概念。先来一个抒情。对，但是我还是在刚观看表演当中，就是。我们米奇还是走比较视觉系的步调，你的那个脸部表情，如果回去可以自己看重播的话，其实你也会蛮觉得自己在这个团里面就是有自己的，应该是蛮没有没有没有，那是特立独行嘛。哦，是的。天哪，灯都被你吓到，整个突然就暗掉了。
哎、欸，说句真心话，想要问一下那个小秋，你们在你自己，就你跟阿乐是在这里面最久的两个人。是的。那你们一直不让这个团，就是你们就会让人来来去去，就是没有要就到此为止的那种决心，是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念吗？好像应该说，因为一开始玩音乐，大家都一直讲梦想嘛。然后像我跟阿乐也是一开始，我们可能都不太敢出来表演。然后因为两个人之后，就觉得好像比较有勇气可以do something。然后后来加了星星，然后加了之前有离开的吉他手唐唐跟鼓手王花，还有 DJ 阿宝嘛。那大家常在一起表演很嗨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乐团很酷，是表演很嗨的时候结束，大家会很感动，然后就会有时候可能会一起，甚至其实有一起哭过，然后一起觉得。你们刚刚唱的时候是蛮感动的哎。真的假的？刚刚那个歌也可以是。有没有没有，是一个氛围啦，像你讲的这样子。对，然后就会觉得要走一辈子嘛。那但是也很酷的，有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吵架或是生活的压力或是什么，就会有人离开。但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凑到七个人，就是觉得反正大家就是一定要一起一直下去。那有人离开，也会有人又加入；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就是我觉得就是很也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个力量，就会一直保持。像现在其实最新的团员，我们常在聊，包括米奇，他已经跟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已经超过其实原本离开的团员的时间。所以你也是从别的团来 gap 人家这个团的，是那个概念吗？拖了其他团，然后进了这个团。那秒是还是团长嘛，对不对？你以前是团长，所以你直接把你玩过其他团。你把你的团解散了、哦？没有。可是团长都走了，那不就是应该连团名都可以改了？没有，就是一起玩嘛，一起玩，玩在一起。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参与一些综艺节目的模仿大赛啊，或是就是真的有朝一日你真的很适合，就是可能会被谁发现，然后就是闯出另外的一个那个状态，或是你可以成为这里面的发言人，做一个特别的训练。可是，但你的状就是表情各部分，就是跟这个团比较不是有一致性的。我去检讨一下。你不用检讨，但是这是你的特色，有点可爱，然后也让人家觉得会有记忆点这样子。反正你平常要打鼓嘛，鼓就是把你整个人都遮住，就今天比较难得可以看到你的脸。对，他是双击往前的。所以我们你们可能平常他就这样，我们没有发现，只是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你们就是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这样。我们早就都发现了，都发现了。越排越后面。有有有，哎、欸，阿乐，你这次写歌这里面，我刚刚你们一进来，然后小秋在你去那个换衣服啊干嘛的时候，讲说，哎、欸，这里面有一首歌写了两年，是哪一首啊？我写两年吗？对啊，是哪一首歌？很多超过两年，对，没有很多歌。都写很久，那可以请问各位大德，就是一首歌一首歌可以写到两年，怎么可以忍受那么久？对对对，就是他是怎样就放着？那为什么这两年来他是因为修改，然后让你们无法定稿，还是是？这张专辑十首歌里面写最久的应该是 Never Give Up。对对对，写最久的原因是就是歌词不满意，还是旋律哪里不对劲，还是？歌词就是一直写的很怎么讲，就是很写最久不是 Never Give Up。不是他们两个要吵架，我就跟你说，你先讲，你先提示我。我们没关系，你先讲完啊。没有，在你的心里最久是那一首，在他心里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好。对对对，所以星星他们也有自己一首觉得最久。可以可以可以，所以这首歌在写的时候就是一直写得很表象，一直写不到心里面。对，所以就一开始每次都觉得，自己写的蛮屌，给团员听一下，给看一下，结果马上被打枪。所以就是要。就是每次的讲，就是说，你这个很不像你，就是在写都是很表面的东西，所以就是一直说，你应该再重写，你应该要写在更适合你自己内心的感觉。谁打你的枪啊？全打。那像星星，你们星星，我要，那你打人家打他的作品打枪他的时候，你都是往怎么方向在思考，要 diss 他这件事情？好像也不用 diss， 因为他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就觉得大家会觉得不行。然后，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说，这个太浅，然后太浅，然后想要再更 touch 一点的感觉。但你们也不会把它抢过去完成它，就对了。我们有想过，但是我们的给的意见都会，比较难被采用。对。真的、哦？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真的？所以我们才会写，毕竟他还是创始团员，所以我们焦宇乐的乐，所以我们才会写比较久一点。懂，了解。但是你们还是会拿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无意造成团员的分裂，但是有一些嫌隙还是就不小心就会这样讲出来。创作这种事情很主观，对不对？但是看的人也有自己的主观，所以才会在这种里面出现一些小小的那种小争论啦。好，但是没关系，就是你们吵完架一小段以后，我们就唱一次歌，然后你们就又会变好了。因为像你们等一下康奈记得你的香味，我就说哦，这么就活力，不是，就是说这几个人还会有一样的 pose， 然后真是让人无法想象，然后就继续走，然后呢你们都一样，所以有人在教，就是你们舞蹈的部分吗？舞蹈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小秋那个很厉害，这一个我很喜欢跳。所以有时候唱歌就会顺便发明一些哦，所以你差点加入类似小虎队这样子的那种梦想团体，就是你本来是想要唱跳的，小时候的梦想。哦，所以那你找大家来组团，你有一个什么概念吗？就这是一团台湾的放浪啊，还是这是一个 Big Band 啊，还是这是什么？其实也没有，就是还是这是玩越玩久 BTS 哦 ，BTS 我跟你讲完之后，我们当有时光机，我们就可以重组 BTS， 离开我们频道了。就想说你们这样子太严重，就有一个设想自己总有一天就是全体就在唱某一首歌，然后撕开被啪的，是这样？你们不是？我就看报道常常讲你们这个部分啊，就是你们有七个 Rain 这样子啪。唱完以后就主要是之前有写一个歌叫《定狗机》啊，定狗机。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说写这歌就嘻哈嘛，比较凶、啊，很怕如果想要有点态度，对，想要有人如果找你定狗机，你要练得很壮，对 对，所以才会不要这样，就一直这样。好，那我们来唱一些 peace 歌。那对对对，那你们要先唱《我以为》，还是要先 diss 一下那个另外一首？你们要唱哪一首歌先？台北哦，他想要先创先唱。Cue 那个你创作很久的歌，我以为是不是唱很久、哦、我以为是我以为的话是他不是词写比较久，是就是驾驭这首歌的时间比较久、哦、对，因为就是对，因为早期是我们是写嘻哈的 beat， 是对，那这首歌的那个曲风等于是我驾驭不了，所以在不管是在节奏上或是旋律上、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去习惯它，跟调整怎么融入这个歌的感觉、嗯、对。好，我相信你讲的这番话很多在做玩团的人都很有感触，然后我们没有在玩团的人就会说哦对，你们都有一个死脾气，然后就是就是会一直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很有自己的纠结这样子，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也没有这样啊，原来也许其实早就已经成为一个大家会喜欢的状态，是你们想太多，我也不想。对，其实好啦，唱歌啦，唱歌啦，就是六个人来了，不要多唱一下，一直在吵架也不是办法。好，来唱，那就唱《我以为》嘛。好的，呀，不打。圈的那些是是而非，平庸的品味就让他们以为，过往故人谁又伤了谁，寂寞和悲伤将我包围，怎么会流泪，深陷的过往越陷的憔悴，想要退太多自卑，像鸵鸟不愿把责任背，多惭愧，我以为我能够往天上飞，你看这世界将我归类，太多责备我不愿面对，我是否太卑微太狼狈，为了失败再后悔，我以为我学会就是之间的分辨错与对，天越黑心越醉，当世界的与我作对，我以为我这骗子的相信的，我以为我是谁，我是谁，有谁能了解到是非，怎么会流下了眼泪，永不会无所谓颠倒的世界，我天真的以为流下了眼泪，我以为我
会飞，我以为我会醉。每当午夜梦回，那些未了的遗憾仿佛再也挽不回。我以为我会飞，我以为我不会醉，用不着你来结尾，让我看清楚伤自己的人是谁。太多人太过于虚伪，太多的软弱和疲惫，我不想再那个傀儡，失去灵魂不断的轮回，不愿错过的机会，宁愿煎熬的体会，我不退我不醉，重新面对为何落下的眼泪。我像是个飞鸟，等待着大风吹，我像是空中的飞鸟，拼命往天上飞，笑声是原罪，从未消退，不会情绪一而再崩溃。我能体会，我能体会，我的失落原来是我以为。无所谓，我是谁，我是谁，有谁能了解。都是非，怎么会怎么会流下了眼泪。永不会，无所谓无所谓，颠倒的世界，我天真的以为，我天真的以为流下了眼泪。我要怎么飞，我以为我会飞，我以为我会醉。每当午夜梦回，那些未了的遗憾仿佛再也挽不回。我以为我会飞，我以为我不会醉，用不着你来结尾，哪怕等到众人皆醒为我独醉。整个我们导播也很厉害哎。刚刚那个这首歌，它最后的画面停在你的打鼓的手上，然后你就很有戏的这样砰，然后手就伸起来，就感觉你们在这些表演，平常是你们日常聚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我指的是说，我们出来表演嘛，那表演总会有一些设计，哪怕这个动作啊、肢体上，像刚刚那一首。比较有点节奏稍微轻快一点，你们会带来一点简单的肢体的动作，然后团嘛，就是想要让人家靠近你们，就好像也会有点这些小设计，所以这都是你的 idea 吗？还是像刚刚好像没有，刚刚没有，所以纯粹就是每一个人就歌唱到那个地方，然后对整个那个身体的肌肉就会跟着那个旋律这样动就对了，是这种感觉。刚刚那首歌是比较，平常不会这样练习，刚刚这样是比较即兴。即兴一点，但我觉得即兴的状态真的比较帅耶，因为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是在团里面，一定我们今天在办公室，跟你们站在那种像说什么海洋音乐季啊那种大舞台上，这样一个感受上一定是不太一样。今天就是耍帅，只能拿出两分功力的这种感觉。我有感受到小秀不时的有一种就是整个人被捆绑住，没错，对，那就很想要怎样猛兽的感觉，想要冲出去，是这样子。
是那种感觉。对，因为这边，可是这边其实很酷哎，这边。当然，就是这在办公室，就是也算是一个舞台正中央这样子。嗯。所以你现在就是我们请来办公室表演给大家听，这样那种感觉。对。所以一定要好好表演。有啊。要做一下练习嘛？你们过年不是有一个表演的机会，也是会在很多人见面的那个算百货公司门口，你们挑这种地点。大年初一，那谁，那高高班要来跟我们讲，快点跟。对，我们在今年的大年初一，在桃园的星光三月站前店，那会有我们邱宇乐的一个算是专辑宣传活动。那如果你到现场预购专，现场购买专辑，我们都会帮你签名拍照。嗯，大年初一耶，那时候人最多的，大家在抢福袋耶。非常期待，对啊，我们就是大年初一就要去闹个新年的感觉。要啊，就沾大家的喜气，然后也把喜气带给大家。对，反正因为大家都会拿红包啊，一定会跟我们买专辑。我想应该会吧，米奇的那个时候应该要发红包给大家。哎、欸，今年是你的年呢？对啊，鼠年就是我的年啊，来一个吉祥话。所以你本人自己也跟米奇是，你就是鼠老鼠，所以叫米奇吗？啊，不是，我叫米奇是因为我的本名有一个奇字。哦，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无聊的绰号，没有是光启，光啊，要把光看成米。对，阿巴良，我两个字都讲出来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这段，我们你很在意吗？我们今天访问只要到他，然后节奏就要重新再设计，他突然就说乱掉，然后到了门，那我就完全好，那下一段要从哪里开始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整个完全，你是一个在这里面是扮演给大家开心的人吗？还是只是上了一个公众的场合就会？这种比较有一些你表演的样子出来，我觉得一直都是，因为我知道我其他这些兄弟他们都比较害羞一点，对，比较严谨一点，严谨怕会讲错，但是呢，我也蛮怕的，只是我就是想要缓和一下气氛，对。我很对，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些那个音效的话，我觉得你在讲话过程当中，可能每三秒就有一个喵喵喵喵喵喵，然后这应该是配起来应该蛮好的。哎，你们下次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就这样讲话，你们就旁边拉拉，就帮他发一下，然后说不定你就会成为就是大家各大活动里面最想要邀请来的人，因为你们除了帅，唱歌也好听，音乐真的也蛮迷人的，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出来娱乐大家的那种效果，很难得哎。你坐在蚊子旁边，我都忽然觉得蚊子都觉得好尴尬，问饼哪？那种怪怪的这样子，对，欸，蚊子你真的是里面算是比较少说话。其实不是，是我讲话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我比较会开一些新三色的。啊，好，那我们就还是少访问，直接讲。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的存在。深夜时段。哦，原来就是你还要提醒我，我尽量可能也就不要让他有说话的空间。对对对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专辑的那个背面好了。我刚刚来个，对，这就牵扯到我剪。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小秋一直讨论说：“哎，让你写一个歌名啊，我都看不懂。”结果呢，后来拿到他专辑方面，他说：“哎呀，你后面写那么乱啊，我也看不懂。”真的？对，不是啊，不是啊，这是一个，一方面是跟你开个玩笑，二方面是你会这样设计，一定有你的想法嘛。因为等了这么久，出了这张专辑，然后这些一定很多都是你们自己其实很在意，也很想要的。其实我们一直从大概2014年有一个，对对对，有一个设计师叫做这个。佳慧，然后他叫 CHIA， 他的是恰，然后他其实我们就让他很自由的发挥这些设计，嗯，那我觉得他很酷，是他把他就设计成这样了，嗯，然后跟我们的状态其实很像，就是可能有很多的现在的状况，比方说有成为爸爸的，嗯，然后有单身一直交不到女朋友的，嗯，然后也有要准备成为爸爸的，然后像蚊子很酷，也是跟他的太太一个月就闪婚的，然后大家有开店的，有面对很多状况，然后他就把它呈现在后面这样一团乱的感觉。嗯，没有一团乱，是更有风采这样。更有风采，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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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觉得很超，就是很奇特的一个，嗯，就超出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子。但他打中你们的心，所以他做完之后你们也蛮喜欢的，因为你就是在拿成这个没有音乐的那个另外一个身份里面，其实各自还是在生活有一些自己的扮演。当下来到这个团里面，当你们进入邱宇乐的世界的时候，就是一个团员一份子，然后就一起完成音乐，然后这就像您讲的那个感觉。对，他各自拆开的时候，就每个人都还是蛮有自己的特色。地下军队是一首歌吗？是的，是一首歌。好好，然后不甘平凡也是一首歌。对，然后你是我的兄弟是 Only 有的那首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可以这样？没有，他没有这首歌。然后这里面就来了，我要。快点，你自己念，你自己念给我听啊！来来来，你念，你念，来，来哦，好，大地带吧，哦，解释一下啊，大地带吧，你弄大地带吧吗？这个大
就是你要用台语去呈现，就是懂。对，我刚刚是大家都是住在台北，大家都是。对，我们跟我们是出场介绍会介绍，我们是来自台北的秋乐团，然后我是来自，哎，我现在差点忘记了，我是松山的小秋，这是我是木栅的阿乐，内湖的米奇，板桥的三重了，哦，现在变三重的三重的蚊子，细子的。星星，然后板桥的高邦，高邦，请我们出场会介绍，对，因为大家都是住在台北。那你们要以后要说我是住在台北，诶，秋雨乐啊，就自己都有一首歌了，还在那边住在台北，哇，这样还蛮好的。我是住在台北诶，秋雨乐乐团。哇，这样，他想要哭干了，哭干了，这样就太多太多了，就是不要不用那个。然后这是一首在这张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歌曲，是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应该是我们最后完成的一首歌曲，对，反而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到第一首歌曲，对不对？但是你们对台北的感情写下来的一首歌，所以这是阿乐写的歌词。应该是说，那当时米奇在我们在发想歌的时候，就是他有听我们第一张的专辑，那他觉得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台北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在发想、之前有一首歌叫《台北的天空》啊，然后他反而觉得很棒。他觉得就是讲台北这件事情，台北的天空。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再写一个台北的，对，就写成想说把它写进去。对，有。刚刚他在那个阿乐在讲的时候，然后他讲到米奇那一段，然后他就很凶的放下麦，你忘记了对不对？我也在努力回想中。对对对，乐团很在意这件事哈，就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重要的记忆，应该是大家都有共鸣的，这是你们强调的一种心情。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他那个漫画脸又拿出来，对啊，好啦，今天就是你们算是也给自己这个这样子这个所谓在地的身份做了一首很有标示性的歌曲，以后也可以这样介绍自己，然后刚好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歌介绍给大家。那等一下我们就先来唱这首歌了啦，好啊，可以吗？好、啊，对吧？多少代吧？多少代？你多少过？我多多，我从细汉就多一代吧。多多位，我多一把沙，你打把沙，好，大家你多一多位。所以你看，你这个歌就可以跟你多一对，哇，没在讲吗？我多加一啊，加一啊，但是我现在多一代吧。你看这首歌，然后唱完以后就可以，就是又无聊的跟大家玩了很多的游戏，就是一直在台上跟人家多一对多一对，然后就可以，哎，说不定会成为你们那个，就串一个小时去。哎，对，就是表演的时候，说不定会成为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到底够用？哎，这样蛮好的。好，他们又玩开了。我们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到十二点这个节目都不会收了。好，那我们来表演这首歌，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后完成的歌，对，没错。但也是这张专辑当中你们的第一首主打。好，来听那个秋雨乐带来这首歌《多地带吧》。一个男男女女拢在怨对这个环境无公平，别失去勇气，别做每一件代志，为着理想打拼的人出头到尾，我为台北开始台北市，无米无你，规工拼到要死，拢甲我当白痴，贪无几仙钱开钱来流水，我住咧台北市，大家拢想摆做头家开公司，拢甲我当白痴，厝愈开愈多，煞钱金拢买袂起。老的台北，这个繁华的都市，有一个男男女女拢在怨对这个环境无公平，别失去勇气，要做好每一件代志，为着理想，打拼的人出头到尾，我为台北开始大队，大队，你大队，我大队，慢慢我大队，大队，你大队，慢慢我大队。
对，我多的对，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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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对，我多的台北市，无米无你，为个饼个要死，拢甲我当白痴，啊无规世钱开钱来流水，我多的台北市，大家拢想要做头家开公司，拢甲我当白痴，出入去愈多煞是紧都要飞去。回来的啊，欢迎主持人回来啊！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刚刚就没有，不是不是，我刚刚就是你们唱一开始我说嗯，我在这里面怪怪的，然后我就自己去旁边，我认真的啦，我想说让你们有完整的，然后因为你们唱着唱着唱着，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摄影大哥也是艺术家，就是我有感觉到他压开了，所以我就赶快去旁边，我想让他起来了。没没没，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们等一下那一段回去可以好好把它收藏起来。他们刚刚两个拍得很认真，导播一直在这个，就是想要让你们有那种你们最爱的那个团的氛围。其实我们对于你们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歌手啊，或者演员来介绍这边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融入跟你们在一起的。所以我刚刚希望他工作起来也很愉快，然后因为带到我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嗯，这个画面在这里怪怪的，就像你们刚刚一开始那个 MV 一样。导演叫做没有，我跟他说，哎，那个我以为那 MV 啊，只要每次那个弹吉他从他家出来到外面要去走路的时候，他们怎么都要停一下，好，稍微走，然后就会让我想象，他那个画面都没有剪掉，我们这导演真的很坚持哎，然后那个。啊、那个小秋就说那是他的风格，然后我说怎么可能，结果再看那第二次又这样，我说真的是让别有用心，你知道是这样吗？记住了哦，有有有，然后我还跟他说哈啊，那你为什么你们都长得跟比他帅一点，然后你们就六七个下去走就好了，然后你说就是没有要这样子的意思，对，他想要融入那个剧情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 VR 的虚幻的角色。有啊，哦，你是说就很像你想象中，是个 VR, 对，你现在要让一个人走，哦，你 是要让他说走，然后他就走了。哦，对对对，是不是？对，他其实戴一个 VR 眼镜，真实的世界，他是一个，终于懂了，对，他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完了，连我都。对正解，然后我们经纪人是你朋友，社会边缘人嘛？导演，我是你认识的朋友，对，我就说嘛，所以一定是他朋友，他要帮朋友说话。哦，那我懂了，就是哦，在那里面戴那个 VR 眼镜，然后大家掀起来就是外面像画面，第一人称玩游戏那种感觉，走他才会，所以要真实，所以他不会很顺畅的。真的，我们从那个高邦解释当中就再次确认，做玩团的人脑袋都怪怪，就是有很多自己坚持的想法，那不是我们这种可以理解的。他们有自己的星球，但是他们星球都有创造很多美好的音乐跟事物，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欣赏。然后你们也很大方的带来跟我们大家介绍，就今天算是一个奇特的缘分，在农历年前，然后让你们大家一起来这。哎，那今年过年就是。有要去哪里包红包给人家吗？包红包，这些任务应该交给我们的。我要先帮他，赶快找求救的。我要先帮，我要先帮你小朋友。那你今天包多少给你女儿？女儿现在还不到两岁。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理由，然后就随便包200了？我要帮她争取她的奖金啊！她会留下，妈妈会帮她存着啊。那这样应该正常要包多少钱？两岁。没关系，那你不用说，你要想好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这是有一个那个叔叔帮他问的，所以你回去要跟他讲，两岁以后、三岁、四岁，叫他自己来啊。来对啊，没有啦。过年的时候，你们就是会到户外演唱。其实你们在户外演唱，魅力应该是让大家会更喜欢。哎，因为段里的吧，就可以在那边，你们去台湾，段里的，我段里的，开始跟人家玩，感觉蛮好的耶。希望你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你们自己很喜欢的那个表演的氛围，这样子。好了，谁来当代表？在节目就是即将结束，然后再介绍一下你们的专辑。今天是为专辑而来，结果我们都在像你们在练，都在拉聊天，拉回这样子。我讲是不是？没有，贺之本。好好好，那個、不要啦，你竟然哥有点那个。对，我不想。我讲太多话，太多画面。不是你讲的时候，人家会以为就是我们是搞笑搞笑专辑。没有没有，哎、啊，你先讲一版，然后再让别人讲一版。好、欸、好。好，大家我们休息了，这是我们的相声，暌违五年。暌违五年，第二张专辑《Mr. 贺之本》收录了十首歌曲，是我们五年来的心血，所有的故事、经历的一切，都收录在里面。而且呢，经历三年，最好的，最厉害的地方是这张专辑，为什么？
因为它的里面非常漂亮，对，这就是你买实体的理由。对，现在都是数位，可是呢，给你有一个实体，对，握在手上的感觉。收藏它的原因，里面很像一本故事书。哦，对，好，但今天不能给你看，好，所以你们要去买，对，好，就是这样。大家不要看，我觉得还蛮好，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你介绍，我觉得不要了，因为它整个状态不错，它可能比较会有一些吸引人来买购买的状态，因为你讲又太严肃，又回到你们成团的时候的很多那种基本的精神。真的吗？真的吗？非常棒，非常棒，优秀。那米奇，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要去哪里跟大家拜年啊？二月要去哪里拜年？对，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两天嘛，二月四号是不是？二月一号，二月桃园灯会，这么重要的地方呢，你们要去二月一号去桃园灯会。桃园灯会，对。另外一个地方是二月四号在宜兰圆山灯会，哦，灯会之子。不好笑，灯会之子写一首歌叫《灯会之子》，猛男灯会男团，就是金属年的猛男灯会男团，这样好不好？就到那个灯会里面就看到，所以你们会穿很多吗？我们那时候天气应该是冷吧？没有，就是你们不断的在那个文字的那个叙述当中，就是提到这件事，然后。当然，今天天气也不是很适宜，可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嘛，就我们也就是看大家拜年的诚意。暖春的时候。对对对，如果你们回去把身体练好一下，然后过年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状态展示。好，我努力。真的，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安大明星，然后非常开心跟你们有这种交流的机会，希望你们今天也有达到了为自己做音乐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心灵上的满足，有的，可以吗？谢谢小秋，谢谢，谢谢阿乐，谢谢米奇，谢谢蚊子，谢谢星星，谢谢高邦，谢谢，好，祝你们新年表演愉快，希望你们专辑也得到很多人的回响，我们最后还会再帮你们放一个 MV 完整的哦，安大明星下次见，谢谢大家。什么拢买袂起，人拢运气歹，赚袂着钱，但是看到变路比恁几条路满满是。我住伫目屎，搬厝搬了几落摆，为着厝细，我看袂着。